们的好吃啊，是那个模拟调酒师第二部。大哥，你就是这个猫女郎吗？没错，自从第一部我调了各种奇葩酒之后呢，到了第二部我终于变性了。我能摸摸你的奖杯吗？不行，走一边去好不好？好可怕，突然就变成个萌妹了。来，我们来调酒吧。可能下次你会变成一个小动物。第三部的时候我天，好好调，好期待哟。你要用什么，哥哥？我来看看啊。首先加瓶酒就第一瓶吧拿起来比较顺手，虽然最远的。好，我们倒进去啊。pour一个专业的调酒师，他总会倒一半，你知道吗？真是这样吗？不知道。第二个你要加什么？菠萝。菠萝吗？菠萝汁。怎么都我做的是个菠萝饮料呗？嘿。好，慢慢的倒进去。留点地方，加点樱桃。来，我丢。哇，他好开心啊！咱们现在可以开始摇了。哎，啾啾啾啾啾啾！哎，听说不能摇得太过猛，你知道吗？那好了好了，不然会炸。哎，现在应该好了吧？我们倒出来。哇哦！哇哦！还挺漂亮的，你看。对呀，如此炫酷的颜色儿。只见我瞄了瞄四周，红果粒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不是他的表情，我还红了呢。不是很辣吗？卸妆了，哥哥卸妆后。卸妆后。原来喷的是卸妆水呀！好可怕。好，我们换下一种酒啊。这瓶，哇，一个一个来，好不？哎，这次我们倒多点。好。看看啊，再换个这个橙色的。好。来，往里面就那么一咕噜。这是石榴水。好好好。哎，哥，你倒这个进去好不好？这是个啥？黑水呀。可能是瓶子只是这个颜色啊。可能倒出来也是黑。大哥，我喝墨吗？满了满了，要不要加点冰？不用加冰。一个专业的调酒师不会用冰来点缀我的酒，你知道吗？就摇两下，行不行？摇两下。摇不匀。你摇了好多下。怕啥呢？怎么样？来，倒出来吧。颜色还渐变呢，好漂亮哦！感觉这包稳了，好吧？快喝，快喝！哎呦，你看他笑了，你看他，好开心！不是不是，哇，得意到不行，大哥要哭。不是，怎么感觉要笑死呢？看来味道还不错，比刚才喝起来好一点。没有错。吃的种类越多越好啊，哥哥。当然了，你知道这个酒吧，它所有东西都混合在一起，出一种奇妙的味道。那你每个放一滴。不是，这也太草率了点。要注意搭配，好吧？那要这个蓝色的。哇，脉动吗？来吧，往里面加啊。哎，就这一点儿。接着呢，这个绿色的。蝴蝶，蝴蝶，哥哥。啊，蝴蝶啊。这里面是啥呀？不知道啊。我还是灰的。不是，大哥，这不会是水泥吧？可能是水泥，哥哥。好瘆人。那我们再来点冰综合一下，好不好？既然已经是水泥了，等会儿。刚才谁说的不需要用冰来搭配啊自己的酒？这玩意你看，这是粉末状，你看了吗？洗衣粉太字。快倒快倒，哥哥。来，我倒。这次颜色应该非常奇妙吧，蓝色和灰色。这么摇那么一波。好了，就这样啊，我们放着。哇哦。不是，为啥是这个颜色呀？不要在意这么多，你知道吗？好神奇。全部都是化学的成分。要喝了要喝了。什么情况？我跟刚才一样。卸妆水。不是，有什么辣的呢，真是啊。没事啊，试一件长一智。看看，哎，第三种酒我还没用过，是不？对。来，往你这么一倒，哎，既然这个可能是个啤酒。哇，我怎么觉得是番茄酱呢？管它是啥呢，是吧？来，加个樱桃。那要不要再加菠萝？菠萝？啊？试试看吧。可以可以呀，哥哥。我们摇起来。啾啾啾啾啾啾啾。他如果摇久了会不会爆掉？不知道啊，你看就这么摇吧。他快不行了，哥哥。真的吗？天哪，摇出了火！什么情况？什么情况？溜了溜了。没了。就没看出来这个零分，零分，哥哥。连分都不给是不？人还给摇没了，没事儿。这是我做个纯椰汁，我就不会怎么样，你们讲？哇，椰汁！
哎，倒那么半格，哎，好了。然后你再加点什么呢？凤梨、菠萝。哎，我如果直接这样会怎么样？啊，直接摇了？不是，我还要加的，大哥。他不让你加了，哥哥。哎，奇了怪了，完了，游戏要被你玩出 bug， 我天哪！他不动了，我去。你似乎开了一个什么东西？啊，真的吗？啊。哦，第三种装扮，我天！哇，酒吧女郎还是小恶魔？就这样了啊，来，感觉焕然一新，非常有新鲜感。椰汁，椰汁啊，没错，椰汁。哦，就那么倒那么半杯吧，好不？那用不用番茄酱呢？番茄酱、No， 我们换个别的。好的。比如说，这个。哦，这是什么？没见过吗？没见过哎，好久都没见过，你知道吗？对啊，长得跟屎一样，屎一样的颜色。别逼逼，小鸡巴。再加个凤梨吧，颜色很相似。不能加了，都满了，你知道吗？哦。哎，这个时候加会怎么样？还可以这样。哇哦！他把放旁边了。好神奇啊！等会儿，这个色儿我怎么感觉见过呢？哦，他喝了。怎么样？好开心啊！你看，哥哥。这是开心吗？我感觉到变异了，他跳起了 disco。 哇，哎呀，好好玩。等会儿啊，我再来搭配一个不同的酒。好的。刚刚是椰汁是吧？对。这回呢，来个西柚汁。好的。虽然我不知道是啥玩意哈。青柠檬和黄柠檬，哎，还倒进去。哇，这个颜色很漂亮啊。没有错。哎哎，好了。倒完了之后呢？我们再来个别的啊！哥哥，第二排最左边那个酒你没有用过啊？你说的是这个吗？我说的是这个。哦，嗯，不是，大哥点错了。啊，好，那这里。哇！泥巴水。哎，这可能是甜三酱。我们可以开始摇了。摇摇摇摇摇摇摇，是摇完之后还可以放锅炉呀？不行。哦，好吧。摇了就不行了，你知道吗？哎，非常不开心。放上去。怎么又是这个色儿的啊？对啊，怎么每次都是这个色儿啊？没关系，看后面的变化吧。哦，来，喝一口。我好像解锁了个成就。喂，他在干嘛？他怎么拿起来？通关的节奏吗？菜单。哇！哇！你看，你的上辈子就是个男的，对不对？哎呀呀呀呀！我回来了！我天，还能玩变性的是吧？上一步都给我玩出来了，这次我给你榨个水果汁，好不好？嘿，哎，菠萝樱桃汁，再来个樱桃，接着来点冰啊，就相当于水了，有没有？哎，我倒。你猜这个会是出来什么？不知道啊。哎，我再来第二个樱桃。好，我们现在可以摇了哦。只有水果和冰。哼，水果汁吗？好，我们现在倒出来。哎，哇，这个颜色我没有见过啊。对呀。好，大姐可以喝了。黄色红色果粒。哎，他打喷嚏吗？你干嘛呢？他是条鱼，好可爱啊！我天。我如果加一排会怎么样？啊，就从这儿加了吧啊。给我们一半，对不对？哎，没错。哎，加了。来吧，慢慢的往上叠。哎。哇！难不成还是个五彩酒呢？真的。好神奇啊，哥哥，鼻涕鼻涕就差他了。再来点这个吧。好。哦，哎，现在我们要开始了。先要摇一下。摇了摇了，哥哥。哎呦，开始。哎呦，摇那么久，真是的。哦，这是个啥？渐变色儿。好漂亮的颜色啊。哦，他喝了，哥哥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咋了？哎，他好开心呢。对呀。你怎么那么开心啊？哎。所以然后呢？就完了。我调出来一个让他满意的酒啊！终于调出来了，这应该是要过关了吧？我天！哇哦！呵呵，等会儿我再随便加一点哈。比如说这个，哎，来一点儿。好，再是这个，哇哦！先是这个，哇！随便加，好不？再是这个金色的。哥哥，最后一个加这个啤酒好不好？这样番茄样一样这个。啊，也行吧哈。因为它颜色比较红。哎，开摇。摇，开始了，开始了，我觉得可以了哈。不要等那么久，这个颜色吧，就非常的平常，对对对。可以喝了，大哥。快喝了。哎，
怎么了？不是，他晕了，他晕了，哥哥。不是，妈呀，有个男的出来了。哦，哦，I'm gay。吓死人家了。他居然把我摔成了原形。这次我们玩个大的，把所有的酒都加在一起。对，哥哥，你终于听我的了，买个加一滴。好，再是这个。最后一波了，好不好？好。豁出去了。我就想知道会变成个啥。哎，哇。哇，买个就加一滴。来，非常的巧妙哈。我们够不够啊？够的。我杯子这么大，真的，你以为我是无良商家吗？哇，这还有坨绿的，就像鼻涕一样。哇，啊，来啊，你莫愁行不行？快满了，快满了，哥哥，你少倒点儿。别担心，满就满了呗，真的。嘿，好的，少倒点啊。哎哎，哦哎呦，一滴滴，好不好？哦，好啊，好，再试这里。哦呦，最后一点了，小希吧，加油，哥哥。没了吗？啊，还有呢。哎，还可以倒，还可以倒。好，满了。哎，还有一点。哎吧。摇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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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赢了。呵呵呵。嘿。三二一，哎，倒出来。哇，这个没见过。哎呀。快喝快喝快喝。呵呵呵，好激动。哇。哎。是什么情况？这是什么？哦。哇。哇哈哈哈哈。不是。怎么的还甩了个章鱼上来呢，啊，笑死我了。赢了，北京人到这里帮我们现在也拜。